零破绽凶案。枪手嘅目标好明显系针对匪妇队，佢哋全部都系我杀噶。零线索破案，死者身中四枪，不过现场揾唔到空气。我觉得佢哋呢单嘢只不过系第一部曲，跟住落嚟嘅先系起用。颠覆逻辑常规，破解真相，唯有逆向思维。既然我挂唔到佢出嚟，我就引佢哋游埋嚟。逆天奇案，5月3号晚8:30，翡翠台。